23件马云都稀罕不得了黑科技电器，怕你看了哪一件都喜欢。第23名，出远门拖着行李箱特别累，所以入手了这个可跟随可骑行的智能行李箱。外出旅行，它能自动跟随在我身后，只能感应我的速度和方向，反应很灵敏，遇到障碍物还能自动避让，当超出一定距离可以一键召回，断开连接也能语音报警。走路累了的时候按下隐藏式脚踏，它还能秒变坐骑，可以承重200斤。它的电池是可以随箱登机飞行的，也可以当充电宝，随时给手机充电。第22名，注意看，这是专门为老人或出行不便的群体设计的超折叠代步车，一键3秒自动折叠，还可以上飞机、高铁、地铁，真是太方便了。智能刹车系统，松手即停，想不想给您的父母长辈来一辆呢？第21名，老公买了一个能自己熨烫衣服的干衣机，早晨起来把需要熨烫的衣服挂进去，让它自动熨烫，点开除皱模式就不用管了，吃个饭的功夫衣服就熨烫好了。重点是他还把熨完的衣服自动烘干了，它的烘干功能也是我们最常用的，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衣服直接挂进去烘干，再也不怕晒不干衣服了，而且烘干结束前15分钟还会自动杀菌，衣服烘干的同时也彻底杀了变菌，当然杀菌功能也能单独使用，宝宝用的衣物和浴巾之类的都可以放进去杀杀菌。第20名，我猜你一定没见过比一包抽纸还小的高压锅吧，但它是我们家最好用的高压锅了，它煮饭真的太快了，像米饭只要5分钟，比泡泡面还要快，像猪蹄婴儿粥这些难炖的也只要8分钟，几乎不用等就能吃了，虽然很小巧但容量很够用，不仅仅能做一人份的，做三人份的都没问题，像这么一大锅完全够一家三口吃了，它这个小小便携，在户外去野个吹也很方便。第19名，你晚上睡觉的人一定要试试这个大字体的投影时钟，它可以把时间投影到墙上，晚上一睁眼就能看到时间，还可以设定闹钟，放在哪里都非常的好看。第18名，如果家里的房间太多，没有路由器的房间网络信号就会很差，上网卡顿慢，只需把这个网络信号放大器插在屋里的任何插座上，不用设置，不用连线，就可以把信号弱的房间 WiFi 信号变成满格，插入网线还可以连接电脑笔记本，非常方便，而且特别实用。第17名，这个小风扇真是太神奇了，把它插到充电头或充电宝上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时钟，一个会走的真实时钟，触碰就会停止转动，扇叶柔软不伤人，还可以任意调整角度，真是太高科技了。第16名，这是一个快速制冷杯，我们测试一下它的效果，一会儿就结冰了，非常的好用，用的时候只需将杯子放在上面，再把你喜欢的饮料或者果汁倒进去，快速就能制冷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喝上一杯凉水。第15名，好东西给你们找来了，应急的发电装备，手摇2分钟照明，低亮度可达到8小时以上，高亮度20分钟以上，有电压显示，还有等离子点火功能，当然了还可以为手机充电，这套应急装备你们还满意吧？第14名，家里有厨房的一定要买一个这样的消毒筷子桶，免打孔安装，把洗完的筷子刀插放进去，一键启动消毒杀菌，底部还带有沥水盒，真的是便宜又好用。第13名，小爱小爱，关灯开灯，换颜色换颜色换颜色，五颜六色，停止变色，暗一点亮一点，我出去了我回来了。第12名，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用花几千块钱装监控了，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只需插电就可以和手机连接的远程参加小监控，不用拉网线，自己可以轻松的完成安装，手机在千里万里之外随时都能观看家里的情况，如果您刚好需要记得点个关注。第11名，拉开就是个马灯，反过来呢就是一个风扇，不用油也不用电，上面是一块大块的太阳能电板，还能给手机充电。第10名，给我婆婆也买了一个无线的空气循环扇，挂在厨房把她开心的不得了，这样做饭的时候就不用怕太热了，她这个是不需要打孔的，挂在墙上就可以，像厨房卫生间卧室哪里需要放哪里。第9名，现在的水壶都这么好看了，不仅烧水速度特别快，还有多到24小时恒温模式，随意调节，随时想用多少度的水冲奶粉都可以，自带滤网，烧水煮茶再也不用怕喝到茶渣，平时用它给老婆煮花茶果茶之类的也很合适呢。第8名，这个东西叫迷你封口机，家里有吃不完的零食可以用它密封起来，防止受潮，保持脆脆的口感，下次还能接着吃，像厨房拆开后的调料也可以用密封，特别牢固，就像新买的一样，用完吸在冰箱上特别方便。第7名，发明这种电笔的人呀，他真的是个人才，你有了它啊，你不用通电，你不用拨线，你往上一对，你看亮绿灯说明这个线啊它是没断，再对这个呢，你看发现怎么对它都不亮灯，说明啊这个线中间是断了的，这个线断了呀你得维修吧，你就沿着这个线你就这样走走走走走，不用拨开啊，你走到这发现它灭了，哎亮灭亮灭，说明啊断点在这个地方，维修的时候啊你就往上面这么一对，看亮绿灯，这是零线，再一对亮红灯啊，这是火线，把闸一关变绿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维修了。第6名，我觉得每家厨房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比例水的旋转刀架，它是分格设计的，各种道具勺子铲子筷子叉子都能装出去，就可以收纳整整齐齐了，它还是可以旋转的，拿取也很方便，底部还带一个沥水盘，洗完的用具可以直接放到里面沥干水分，好用。第5名，第一次见这样设计的洗漱杯，杯子竟然是倒着放的，底部有卡扣，这样杯子不积水不滋生细菌，杯架上还能放牙膏牙刷，这下台面都变得整齐多了。第4名，这个小东西就厉害了，我家喝水全靠它，把大桶水上面的桶戳开后直接装上软管套进去，就能用电动的一键出水，非常方便，而且这种桶装纯净水也没问题，关键是喝不完还能再抽回去。第3名，
第二名，现在的人到底可以懒到什么程度？这是一个懒人眼镜，它通过光折射原理可以让你看到平常低头才能看到的画面，就可以让你这样躺着玩手机，躺着看电视，躺在电脑当中，再也不会像这样手机打脸，还有长时间低头脖子酸痛，就算是戴着近视眼镜也没有问题，懒人眼镜就会让你懒得很舒服。第一名，这个小东西就厉害了，据说爱做饭的妈妈都特别喜欢，打个蒜蓉试了一下，效果很惊喜，几秒钟就完成了，真是省时省力，做肉丁辅食啥的也完全没问题，搅得还很细腻，太省心了呀。